我是成都铁路局成都机务段的中欧班列司机，我叫宗俊南。我十分高兴，在我工作15年当中，到现在为止15年，能够担当中欧班列的司机。中欧班列现在主要是把锂汽车零部件啊，还有一些电子产品，包括绿植、玩具、工艺品带到了欧洲去，在欧洲带了一些。 红酒啊、牛肉啊那些东西回来，我是相当自豪的，因为我是中欧班列的首趟，而且还可以一直担当下去。我一直都在学习英语和欧洲的风土人情。 我现在也在学动车组，也希望我以后能够驾驶中国自己研制的动车组在世界上跑。